哎，峰哥，我跟你工地门口呢，你赶紧下来呀。什么事儿啊？行，那我知道了，马上出去。好了。咋的了？鹏哥，你忘了今天同学聚会？三刀，他一天工作事老多了，他给忘了。然后今天我给你上了换身衣服呀、啊，怎么当老板了你还穿这个呢？换啥呀？姑娘穿啥能穿出好？穿啥都白瞎。行吧，咱不知道你们老三人怎么想，上车吧。今天晚上同学聚会我全包了，走。现在行啊，都开上宝马了。宝马算啥呀？下个合同谈成，立马换车。哎，老同学，上学的时候穷，没抽过什么好烟吧？混了这么几年，还他妈啥呀？看你穿那个穷酸样，也配坐着跟我们吃饭？我们同学这么久才聚到一起，不至于这么埋汰我吧？好像在给我开批斗会似的。你们几个势利眼，你们知道鹏哥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臭打工的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看他那穷酸样，饭他妈都买不起。来，哥几个，咱吃咱的，给油茶扫个兴。不要，这个公司质量必须得刷。哦，你千万不能操心不了，安全意识必须得提高，知道吗？放心吧，老板，给你这么多年了，这点事肯定能做好。下午是不是有一个过来跟咱谈合作的？对，走吧，让他办公室等。老同学吧，来来来，老同学抽根烟。爹，有枪换大炮，开始走滑了。上回那同学聚会，我走的太匆忙了，不好意思。看在咱俩老同学的份上啊，你鬼总说说，照顾照顾。怎么照顾我呀？鬼总，以后工地上有什么脏活累活，都给我老同学，老有力气了。你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？老板，这就是跟咱们谈合作的。这样的人，我们公司跟他合作不了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。让你狗眼看人低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